长征 F 作为载人火箭，那么最大的特点那就是整个火箭呢，我们是增加了两个系统，这个是我们载人特有的，一个就是逃逸系统，一个就是故障检测处理系统，这两个系统都是为了我们载人火箭而这个设置的，它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在待发段和整个火箭的飞行的上升段检测火箭的故障这时候如果火箭出现一些灾难性的故障，我们为了确保航天员的生命安全，那么用这两个系统呢来把航天员带离这个火箭的危险区最终来保证航天员的这个安全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我们这个这发火箭整个在发射场的流程也进一步做了相关的一些优化和调整。长征 F 火箭呢也历来是对这个可靠性方面是在做不断的提升工作。这回遥15火箭呢，我们相对于遥14火箭在提高可靠性方面也进行了26项的技术状态的变化和更改。未来的我们载人火箭我觉得从三个方面吧应该会有进一步的这个提高和创新。一个我觉得就是运载能力，那么适应我们新的飞船，那么载人的这个多人多天的这个任务的特点后续的我们载人这个飞船肯定这个重量会更大，那么也需要我们载人火箭那么进一步提高我们的运载能力。第二个就是应该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对于整个飞行的故障的这个容错能力应该进一步的提高。我们正在做的这个智慧火箭在这方面我们会有进一步的这个创新。第三方面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家比较热议的就是这个可重复使用。对于这个载人火箭来讲，那么后续呢应该还是要在这个可重复使用方面可能要做出更大的这种技术的创新和进步。